先从小的开始，那我打算先用帽子好了。如果帽子我们可以用红色的，就穿过去这样子，这样。这里有一个洞，再把它穿过去。留短短的，就可以开始搓了。那我们就是开始搓这个帽帽这里，直接插下去。好，把它拉出来，大概就是拉这样一点点就好了。好了，开始。顺着里面把它搓好。那我刚刚那个线断了，就这样，然后继续穿线。再示范一次哦。